大家好，我是 Yonny Chung， 今年是我第二年参加狮子会的活动。去年我帮手负责 program book 和其他筹款活动，也从中跟狮子学到很多东西。希望接下来一年呢，也都继续是继续学习，也都可以帮到人，也都帮到自己。我的名字自己叫 Regina Neal， 很荣幸今年可以参加到亚研狮子会的活动，以及过去这么多年看到亚研狮子会为社区筹款，为了很多的服务，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份子，希望可以为社区服务，同时宣传爱与和平。多谢。